我穿黑色，然后它有浅灰色，然后绿色跟咖色。然后它是棉的材质，然后它里面是这个卫衣布的，所以它这个穿到冬天是 OK 的，就是你只要像我这是搭这种针织的就 OK， 就是他们玫瑰红啊，它是里面是卫衣布是厚的，然后外面就是棉的，然后灰色比较明显，它有那个灰色的那个纹路，然后它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双面穿的，这边有两个口袋，然后后面是没有的。然后它的那个吊带的腋下宽蛮宽的，所以你可以穿那种比较浮夸一点的袖子，是 OK。然后这件我是建议穿 L 号的女孩，这样我穿就是还蛮舒服的，没有卡屁屁啊，贴屁屁没有。然后它的裤管算几分？8分。在那个膝盖那，不是膝盖，小腿，小腿肚这样，然后是大宽。很大的那个宽裤吧，大这个鱼尾纹你不可以笑我，那鱼尾纹比较扯。这样，然后四个色，黑色、灰色、绿色跟咖啡色。